好，这个小花上衣据说可以两穿的样子哦，它很特别哦，它前面是缩腰的，后面它有扣扣哦，所以我现在是穿不同面，两面都可以穿。然后这两个颜色我自己都有买，因为第一个呢，它是红花红底配上蓝花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再来呢，它其实这边是可以自己抽开的，如果呢今天你不好意思露那么多肚子，你敢露的话当然往上拉，你不好意思露那么多肚子的人不要缩那么高。第二个你可以穿另外一面，因为它两面都可以穿，两面都可以穿，我觉得这 CP 值很高， CP 值很高，很可爱哦。好，然后呢它是走一个雪纺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凉，然后 SML 都可以穿。手袖它有做一个微小缩口，那你呢可以自己把它这样藏进去或是缩出来，我觉得都很可爱，那它不会到很紧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好，那另外一个颜色我觉得大家也会很喜欢，我自己是买了两个颜色，因为我觉得两个颜色穿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它毕竟是雪纺的料子，没有任何的弹性，所以你穿脱就是要这样子脱，好不好？然后 L 号可能它会比较紧一点点，你再穿脱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点，但是它是穿得下的，是穿得下的，好不好？它就是有点偏蓝绿色，然后我又配上一个每年都非常典型流行的白裤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蝴蝶结？它把这蝴蝶结挡在你最不想露的肉的地方，但是又隐隐约约的可以露出你一点小肚肚。那刚刚有说这个伸缩的高度，你是自己可以调整的，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想露那么多，也都是 OK 的，都可以自己再去做任何的调整哦。